你别听专家的，现在专家的话千万不能听。专家说了什么？北京老哥说不要听专家的呢。接下来啊，老哥又说了退休金的差距、养老、看病等诸多方面的问题，句句经典，非常深刻。您听听是不是这样？公务员跟老百姓平均工资都五六千，人家都一万多，这不国家一直在倡导这个拉近这个退休工资，这个工作我觉得确实也不好做。不好做，不好做。你说干脆为都一样吧，大家。那你别听专家的，现在专家的话千万不能听。这专家的话没办法一样。哎，他还说不发工资呢，不发工资他怎么活着？他那有一专家说了不发工资，我听我说那这不是胡扯吗？这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人家奉献了，我交了社保了，你不发工资，生存得吃，他得生活呀，对，生活呀。你要不生活，那老百姓那急了，那为什么这个基础老百姓都是这基座啊？他社会稳定了没关系。哎，你不像国外是中产阶级多，是不是枣核型的？对，枣核型的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这个社会比较稳定，是吧？那你得界定一个什么叫中产阶级，收入年收入多少钱，上家里有多少钱，有房有车，这得有多少人的数量，要社会安定。我们不行啊，我们这个人口大，别人说你的贫困人多了去了。俺们是金字塔型的，是吧？对，有钱的人嘛，他确实是，你要真为社会做点贡献也行。他没有，他你这还不如印度那些富翁呢。今儿一说有什么事儿，我把全村人都请来，随便吃随便喝。你们有穷的，我可以给你们。这个思想境也不一样。而且印度好像我看一下，他们实现了那个全民的免费医疗了，有这一说吧？朝鲜全是因为这全民医疗本身确实一个世界上的难题，连美国搞奥巴马就搞过这个，也没搞成功，没搞成。但是相应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好。中国人你别有医疗，别哎，你比如假设说我们挣五千挣六千先搁一边，吃饭物价这都没问题，你吃的也挺好，你别有事儿，一得病就回到解放前，一把回到解放前，那肯定的呀。你现在医院瞧病他基本上自费的多呀。对，他改的自费的特别多，最后改你改你就改好了，结果往自费上改特别多，而且你稍微用点药这就是自费。这我们自己都亲身有体会，家里老人一走，你怎么比原来还多了呢？你怎么办？如果你不举全家之力，就治不了这病。治不了这病。那你说让他、让他死是让他活？多人还有一毛病，咬牙也得说不，咱们不能让他死了，到时候说不孝顺。其实那也叫装。那么你说你咱传统不是这样吗？你传统最后是人去财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最后弄自己拉一窟窿。最后想想你说有什么办法？但是。老猫睡房梁，一辈传一辈，他都是这样来的，他都是这样来的，都是这样来的。那你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所以说我跟你们这大哥说，我说小病赶紧抓紧治，大病就等着了，不治也别。你到医院，他小病都惦记开，让你开个刀，是不是？医院他有70%的营业收入，他不是全民的那种医疗。如果国家就全民给他拨款，让他都是全免费的也好。医生他也得吃饭，他也得挣钱。医生好像科室现在都有目标，都有考核呢。你说这怎么？而且这回两会以后，重点这不就是什么教育啊、医疗啊，整顿对这个反腐败吗？逮了多少个院长，逮着了。他们就是说是什么的医生，说是什么的救死扶伤，那些学校为人师表。妈，现在他们更坏，我觉着太坏了，坏了那、你把老百姓这些钱，你这都得弄走了。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对他们惩治后来那要求什么那代表提出来干50万就枪毙，我说你要50万干了那完了，那人都别出来了，全死里了。为什么呀？100万都那什么，现在你一个亿两个亿他没有死人，我一个人贪了一个亿贪俩亿，全家幸福，最后一认定5000万，剩下的家里幸福了，这一辈子都幸福。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太难了，解决不了。也不是你我，咱们也就是瞎聊，谁也解决不了，是不是？你想解决吗？他也都知道，越南前日子出了一个惩治腐败的那规定，6万人民币就枪毙。越南啊，哇，越南的贪污法不是厉害吗？狠治，哎，他比那个朱元璋还厉害。朱元璋那时候也没少杀，最后他杀了没管用。但是有一样，这有的时候啊，你像古代时候啊。他有的用贪官，这两种、对他要用贪官。说你清官呀、你到这你说你清官，他确实清官，他不干活，他懒政、庸政，他不干活。
他贪官呢，他脑子够使，嗯，他为老百姓的，他给你干事的原因之一，他是为了贪，是不是？他最后都富可敌国，但是有一样，他能干事儿。你看那些我清官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他妈我廉洁，没人把我怎么着，那怎么？但是他不干事儿，不干事儿，两不沾他就完了，那不就麻烦？嗯，对，老百姓希望你得干事儿，还得干事儿，贪点贪点，无所谓，我给你条烟给我干事儿了。你他妈拿烟去，他倒不干事，三天跑两趟，没给干，没干。你说，这就这，老百姓人要实际的，对，要实际事儿解决了。对，这我说，咱们这不狂外吧？拿了不干事儿是吧？你拿了真干事儿。嗯，你像咱们就是为自己干事儿，他一圈到一圈，那你谁你谁有挡得住啊？我到那儿我也来了，我也试试，没机会了，别吧，挡住，咱们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别说了，再说就说到圈外去了。有可能我的视频就播不出来了，不过老哥是实话实说，非常深刻，非常经典，您认为是不是这样的呢？